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万圣节南瓜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Super， 今天要教大家做万圣节的南瓜。我们用到的材料有打气筒一支，还有奇异笔一支，最后还有橘色260、黑色260，还有绿色的160。OK， 首先我们要先将橘色的260充气。吹嘴的地方我们留长一点，留长一点，把气放掉，打结。接着我们要做一个五炮结，五炮结大概一个炮大概四指幅到五指幅宽。像这样子三炮，再做两个炮。五炮之后，把剩下的多余的气截掉。之后沿着这五个炮的中心点去绕它，把它绕紧，绕成一个有点南瓜形的样子。边压中心点边绕它。塞到中间，刚刚留比较长的吹嘴的地方也一样绕它。像这样子让它成为有一点南瓜的样子。好，接着拿出绿色的160，一样吹嘴的地方把它留长一点，吹嘴的地方把它留长一点，打结。再来连续做五个双炮，然后每一个双炮都是先捏一个一指幅宽的两指幅宽的小炮，然后再一个三指幅宽的长炮，端起来连续做五个。像这样子连续做五个双炮，小的在下，大的在上，然后我们把它连接到南瓜上面，用刚留的吹嘴地方把它绕起来，绕到顶部，再扣到绿色的地头上，像这样子。接着我们把小的炮都塞到每一个橘色双炮的中间的位置，把这个小炮塞进去。像这样子把小炮都塞到橘色中间。像这样。接着上面地头的部分就可以把它截掉了，留自己想要的长度就可以了。在中线的地方捏一捏，让它有点弯度，像这样有点弯度。好，再来我们做它的眼睛。接着我们拿出黑色的260充气，做两颗一样大的眼睛。小小的眼睛就可以了，把头尾把它打起来，像这样子，头尾把它打起来，头尾把它打起来，然后截掉，一边的眼睛就完成了，做两个一模一样大的眼睛，倒数。接着两个一样大的眼睛，选一个南瓜的中间，我们把它穿过去。把它穿到中间，从另外一边拉出它的吹嘴。再拿另外一颗眼睛把它绑在一起。稍微调整一下眼睛的位置，
他眼睛的位置，再我们用奇异笔画上他的嘴巴，还有他的鼻子，就完成了。完成了，调整一下它的形状。万圣节南瓜交给你们。OK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帮我按下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等一下哦，好，不用卡，不用，我重新来。等一下，然后再明，然后听。